总共是哪么？对几个人啊？哦，我是公务所的啦。啊，你找啥物啦？中水巷啊。我旭轩的啦。我你家是栋楼啊？我什么？光是放假过来，我自己讲，肯定。确定啊？确定。还有炸几个德啊来？不错啊。哎，不错啊。我不要去，我想去啊。嘿，这拢你家提下的，也确定好。提啊！我去提。受于三日接获建筑工地保全报案，称电缆线多次遭窃，遂派员埋伏。晚间，陈贤果真企图再次犯案，民警立即上前盘查，并当场查扣武士刀、外送包、棍子等作案工具。陈贤经警询后，均坦诚不讳，